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我是 Iris。 那先迈推出一系列的好礼物，一直让人和台湾土地有很深的连结，那也是听众朋友送礼最好的选择。那今天呢，也邀请到先迈食品的吴生全吴董事长来跟大家介绍。吴董事长你好。喂，我们城市广播的大家好。好，想先请问吴董事长，先迈其实每一年都会带给听众朋友好消息哦。今年就是在包装设计部分有再得到了意大利 ADC设计大奖，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这个部分可以请董事长再跟大家说明吗？我们在这个去年得到了欧洲有四个大奖。那第一个大奖是德国的 IF 的设计大奖。对，这个是在产品的包装上面的肯定。对，那第二个是布鲁塞尔那个 Station 那个世界品质的评鉴大奖。对，它这个是在我们的产品品质方面。那第三个是 AA 的无添加全球这个纯粹风月的一个评鉴的奖章啊，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个产品的无添加的一个基础上呢，才有资格参加了一个奖哈。那得到了这个纯粹的风味的一个认定哈。那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得到了 AA， 这个意大利 ADESIGN 的一个包装的艺术设计的一个大奖。对，这个有欧洲设计界的奥斯卡之称。那我们这几个就是将台湾关怀特有物种生态整个的一系列那融入主题里面，那我们融入这个独特的关怀。那当然呢，我们就是非常感谢让这个欧洲这个多项国际大奖的在产品风味跟包装艺术上的设计上面的肯定。而且就是我觉得那个先迈的礼盒特别的地方，就是都是融入了台湾特有的物种生态，对不对？包括了有石虎，然后有樱花钩吻龟，然后就是这些保育类的动物，然后你就把它化身成就是礼盒上，让大家就是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的物种，就是你送礼就觉得哇塞，非常的有面子。而且那个包装礼盒上有这么多的这个设计大奖的认证哦，更是觉得说哇塞，我送这个东西就是整个是面子里子都做足了这样子。对，是的，我们呢不但在这个包装礼盒形象方面的一个送礼让我们送的时候很体面对对对对。那当然呢，我们在产品的品质方面品质也很重要，对不对？也都融入我们这个上大甲的芋头那我们大肚山的红土番薯还有像东势云林的千花菜还有像红甜椒那我们有用这样的一些台湾农产品的一个食材呢融入了我们也让我们在送礼的时候有一个很体面也是最喜欢是自己喜欢我们才送了出去。对对对，都是各地就是精选出来然后最棒的食材然后才做成食品，而且都是没有任何的添加物，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选择。那想请问就是送礼要送先迈真的是最有面子，那今年是不是有一些优惠的组合呢？有的我们今年有特别那个我们将那个我们有得奖的对这个像德国 IF 的设计大奖还有这个意大利的 ADESIGN 的设计大奖的这个系列呢我们有做两盒有一个优惠的振兴的一个特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直接到门市去选购那我们也有所谓这个代客送礼的一个服务只要把名单给先迈那我们可以帮您把这个礼送到长辈或者说亲朋好友还是这个厂商那边让你免出门就可以拜年对对对，现在就是尤其是疫情大家会有一点紧张，如果说没有那么方便出门的话，先迈也可以帮你把礼就是送到心坎里这样子那可以请董事长告诉大家就是怎么样去订购呢？可以的那我们当然最方便的就直接到我们台中的中港门市那简直是一个指标，对不 对， 对，打卡圣地的。是，那也有像大甲的总店这个过年去庙里面走一走可以回头在大甲
专栏宫的后面有个先卖芋头酥、嗯、对、哦、那也可以方便的到中区国光的转运站、嗯、哼哼哼还有南来北往有清水的服务区对那还有泰安的南北的服务区、嗯、都有的、嗯、就是很多地方的这个服务区都是可以看到鲜麦就是大家都非常方便的选购而且真的是年节送礼送鲜麦绝对让你面子里子都顾到那另外大家也可以就是上鲜麦的网站来做线上订购这也是可以的、哦、对就官网直接线官网直接线上订购或者是到鲜麦的各大门市或者是到服务区那边的门市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对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鲜麦食品的吴生全吴董事长来接受访问谢谢吴董事长谢谢谢谢新年快乐好新年快乐城市搜查线我们下次见